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井号春年五十七首各含两句引用 Excel 用地上的尘土资料来自中华民国九十年代的新国高中，零一笔端长写云烟气纸上如闻风雨声，零二笔走神龙大手笔，二七五零二笔诗流雅韵惊人诗，所言正法眼藏灵山柳枝静平主人翁真主人人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狐毒玄静众妙之门等等，会要所言阿米木料木米木颓颓之地等等，零八古末半农贫贱女星权出废补茶诗体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十三义灵妙品诗书画黄月奇观宋时余，十四壁护读书望岁月辉豪落纸走云烟的，十五陛下印月熟悉明红袖天香读一书，经典应圣义无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十七点三寸草长人一万里河流四里缘，不立文字十八三阳日照平安的五福心灵吉庆家，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指在汝心头，诗书最贵人人有的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年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为家舍尊者或言为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十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主魔科家舍世尊至多子塔前，命魔科家舍分作令作以僧伽梨为之，遂道曰吾以正法眼藏二十八四十家气七人里汝当护持五色祥云积善家，卷一七佛释迦牟尼佛住僧伽梨比丘三一居一华义为众聚十一又称为大一三十有九条至二十五条制成是作大法会，三十二吉祥草发新人礼，元首众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主义，三十三笔积善人家庆有余，足以加沙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三十五门引小日财源广物纳春风吉庆多，三十六兄梅竹寒岁三有桃李庆春风一家，三十七春寒岁矮龙人李月雍祥云护德门，三十八风摇竹影数千万花落纸波燕水香，三十九家庭充满慈祥祭祭一陪臣福慧恩，四十桃杏满园春四景芝兰朝夕作凝香，四十一财如晚日腾云起立四春朝带雨来，四十二财发如春多得一福来四海正逢时，四十三十季三阳多熟悉家中娱乐有和风，四十四梅竹平安春意满春圈并茂寿元长，四十五梅竹春意天新色，四十五地鸟亚祥光报好意，四十六窗盘晚日晴舒静，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开中
国际一变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改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三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四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a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四生六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狮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肚脐在世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